还有谢谢我的声乐老师，就两位声乐老师，因为他们都帮我很大的忙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其实这期间我跟小佩，我们两个人都互相打气加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要复活赛回来的人。还有就是妹妹们，就是小薰，就她刚刚哭，然后后来我算忍着不哭，可是下次口念稀里哗啦掉眼泪，眼睛在那边泄红，就整个就，反正就现在这整个人就很高兴，可是也是好希望说自己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回来。刚才在当小薰是假哭啊。哦，真哭是不是？好啦，好，真情流露。挑拨。好啦，回来要习惯这种感觉。好美。很变态的感觉。好，谁还能回来呢？让我们恭喜。真是令人紧张的一刻，剩下来的八位妹妹，究竟谁能够复活成功呢？赶快请黑人劳拉揭晓喽。二号莎莎。周族的美女，小薰的爸爸还是有机会了。啊，跟爸爸讲一下。好，那评审也是帮我们讲一下。莎莎其实刚刚整个感觉，我有感受到她的用心跟认真。但不过莎莎，我刚刚前面有跟你说，就是回来之后怎么样展现你自己的魅力跟特色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在黑社会里面，老实说，平平的这样子其实对你不是好的，因为如果你想要进入所谓的演艺圈这一块，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期许要更高，所以我希望你要更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知道，谢谢。好，那自己心里怎么样？自己心里是既高兴，然后又很感动，然后又觉得很意外，因为觉得其实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真的很高兴我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，又跟以前一样一起录音，很高兴。我会的，而且我会更继续的努力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我努力的那一面。喜欢表演的话要好好珍惜这个园地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莎莎。谢谢。紧接着恭喜！紧张紧张紧张，剩下来七位妹妹，究竟还有谁能够出牌？我爱黑社会的，马上回到棚内，请黑人劳拉来公布喽。七号小圆，好，为什么是七号小圆？小圆他应该。他的外形很好之外呢，我觉得他应该很有潜力，所以呢我们给他一个机会。那虽然刚刚的表现还不够好，那但是呢我们非常看好你的未来。谢谢评审。谢谢。感觉如何呢？很高兴，因为我觉得我刚刚的表现真的不够好，然后而且还一直抖一直抖，所以很怕真的就是自己没有回来。刚刚没有透露太多，你离开之后你自己心里这方面就是走在路上，就是可能会有人说丢我学校的脸，然后什么的，对，这么过分。可是还是会被走在路上，然后被抓回来，说你是那个什么的，对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人家讲归讲啊，但是现在有机会证明你其实是正在为校争光的。如果学校同学有在看的话，他现在正在帮你们学校争光。你们讲的这些话呢，只是给他更大的动力，你要这样想，好不好？不要去跟人家吵架，好，好不好？人要谦和一点，好，好，恭喜他了。谢谢。剩下的七位妹妹，有谁会受到上天的眷顾呢？赶紧回到棚内来看看喽。我们恭喜一号柠檬。代表来，其实我觉得每次在表演当中，第一个啊最倒霉，就算你表现得还不错，都会只被评分上写一个还 OK， 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人表现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柠檬在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三位是
一致都没有淘汰你的意思，但是我都觉得柠檬要再更放开一点点，就是不要太小家子气的感觉。其实你的外形条件什么都还不错，但是就是要在表演上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现在心情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好开心，因为刚刚大家就，大家就给我很大鼓励，然后就说，就是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太紧张，然后就唱歌那个声音都没有出来，然后就换不过气，因为自己摸到自己的心跳会跟着紧张，然后就。大家就说我其实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什么，然后大家都跟我说很希望我回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这次是不是没有回来，然后大家会很伤心，然后我家族的那个后援会，然后就他们大家都很支持我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就说我一定可以回来，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回来是不是很对不起你们，然后谢谢你们一直给我鼓励，要不然我不会有现在。紧接着跟最后的几位报告一下，名额有限，只剩下最后两位，剩下的六位妹妹，还有谁会遭受到上天的眷顾呢？不要紧张，休息一会儿，下节课告诉你哦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剩下的六位妹妹，到底有谁会遭受到上天的眷顾呢？赶紧回到录影现场看看喽。恭喜十号 Sharon。为什么 Sharon 这种妈妈级的一个打扮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没有 Sharon， 其实他有，我认为啦，他有艺人的 potential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你有很好的外在条件。我会减肥的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我觉得，当然今天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歌曲才艺的表演，所以你今天穿的如此的火辣，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觉得基本上因为玩黑社会是一个青春的原地，所以我觉得在你自己的服装造型上，我觉得可能要再收敛一点，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仪态上面或者是自己身材上面要多 take care 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要这个更加油。我会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可以讲一下现在心里的感觉了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在澳洲就准备期末考，然后录影，然后回来这段期间，就很多朋友都跟我说，你要回来台湾参加玩黑社会，然后所有看过黑社会的朋友 MSN 啊或是电话，就在我回来的前一天，然后都跟我讲说加油加油加油，然后所以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很期待，想说终于可以回来台湾，终于可以回来 Channel V。表演，然后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恭喜 Sharon。 刚已经讲过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位，但如果我宣布以后我再问没有入选的朋友自己生涯规划的话，那会有点少，但是我现在先问一下，万一今天没有入选玩黑社会的话，心里会怎么样？会不会难过？一定会难过。那自己今天心里感觉如何呢？就很紧张，然后会担心不能复活这样。但是也借这个机会啊，然后顺便讲一下，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再次合作或相遇的话，千万不要影响到你的生活啊，或者是你在功课上面的努力。因为演艺圈来讲的话，Hank哥也是这么只是一时的，然后或者是表演只是一时，但是做人做事是一辈子的。你要在这个阶段，可能不是在演艺圈，那可能在学校啊或者工作领域上，你学到真正做人处事有那种让你启发的地方，你回头再想的话，那个滋味啊，
铭记在心，而且是很刻骨铭心的。嗯，好不好？好。几位也是一样哦，哈，心里不要造成太大负担。来，小飞，觉得今天如何？今天就豁出去啊。嗯。对，就跟第一次差还蛮多，因为第一次就不太敢，然后我觉得这次就还蛮放得开的。对。好。阿金呢？已经参加第二次复活赛。嗯。如果发生万一的话。嗯，那就自己就不够努力，那也许就表现不够好，不过我以后就会加油。好，来。嗯，虽然前面还是错掉了，可是我觉得至少是过程中我努力过，然后我要谢谢人真的太多。就如果没有回来，我还是会继续加油。对于姐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她讲？我应该只能对她说我爱你吧。我好。就今天表演的不是很顺利，然后我会更进一步去，就是更练这个鼓，就是我刚表演的中东鼓更。就是把它练得更好。紧张紧张紧张，剩下来的魏妹妹究竟谁会是最后一位幸儿呢？赶紧请黑人老大揭晓喽。现在呢只有一个人能拿到麦克风，我还是要宣布一下，最后入选我爱黑社会的，我们恭喜那个是你的护身符吗？他非常的忐忑不安。你再给我的导球可以导掉，把紧张弄掉，然后打来这边。所以现在有翻译，他刚刚讲的是吧？因为你刚刚讲话有点情绪，要把这导下这个紧张，我垮你了。刚刚挽球是小杰上身。婉柔，我觉得她是所有妹妹啊、如果要拜父复活的人呢，一个很好的标榜，就她有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像她这样子，如果你真的很想再回到这个班上来的话，你应该做好万全准备再来做表演。嗯，那自己呢，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的？我有激动。你激动吗？你握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它是一个导球，从我进来就开始，姐姐刚刚给我，我紧张握着可以不紧张，它可以给我幸运，姐姐的爱。哦，借由这个来感受一下姐姐的爱，是不是？嗯。我来试试看。Angela， 不要爱我。很无聊哎、欸，无聊。自恋真是可怕呢，黑人老大你就别再自作多情了，好好把你的主持工作做好吧，别胡思乱想喽。再次恭喜婉柔啦，也恭喜六位妹妹。那今天呢，总是会有遗憾发生，但是请记住，不要影响到你们自己的生活啊，或者课业，还是有机会我们再次相见的。这六位妹妹，你跟他们四位拥抱一下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也恭喜六位妹妹能够顺利进入我爱黑社会，啊，也谢谢三位评审，谢谢，这么辛苦啊，谢谢。同学们是相当精彩，因为新同学回来了。那今儿个呢，是相当感动的一集。同学们，我们下课啦。